小乔，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这个骆家恒吧？小乔，在这之前我就跟你说过，我不同意你跟他好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他吗？啊？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儿跟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外国人在一起呢？即便是你不能跟风明在一起，你也不能跟他在一起。于叔叔，你是不是应该听一听笑笑的想法？你是谁呀？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爸，佳欣姐，给你准备的酥肉，趁热吃。于先生。 你好，我是骆家恒的姐姐，您放心，我和我妈妈都不会允许我的弟弟跟你的女儿有任何的关系。好啊，好啊，来的真是时候，真是巧啊！你们外国人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？我们家于孝顺，爸，绝对不会跟你弟在一起的。爸，你别说，他不配。爸，那你最好管好你的女儿，而不是我弟弟。你，爸。 骆总，你今天在公司说的话还不够多吗？刺激我的话还不够多吗？你怎么还阴魂不散了？骆家欣，这是我跟笑笑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家恒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？这里根本就不欢迎你。我们欢迎任何人，但自以为是的女魔头我们可不欢迎。笑笑。 不管嘉欣姐跟你说了什么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至少是个公司分明的人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们先走吧。家恒，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姐是为你好？要不是没有你姐，别说了。你们老是说为我好，如果真的是为我好的话，今天就不该来。你干嘛把她带来？你行这里不够乱吗？ 别伤心了，嘉恒说话是挺过分的，但是总有一天，他一定会理解你的。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吧。应熙。 你帮我好好照顾嘉禾，我担心他情绪激动，身体。我知道，我会的，你放心吧。我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 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误解，但是我已经决定追求笑笑了，而且我一定会追到的。小子，你要先搞清楚了，于笑笑是我女儿。笑笑，我绝不允许你跟她来往。如果你非要跟她好的话。 你就永远不要进我们家的门了，爸。这二十几年，就当我白养你了，爸。
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于叔叔，从小到大，笑笑都很听您的话，您这次就别为难他了。于笑笑，该说的话我都说清楚了，你自己考虑吧。 于叔叔，我想，我们都该冷静一下。我先走了。嘉恒，爸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哎，笑笑，笑笑。 本小姐站住！你生气了？没有啊。生气了？真的没有。我只是不想你为难。我也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，尤其是我爸。 他以前从不这样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接受你的。所以，我还有希望了。嗯。所以，你同意了。嗯。本小姐可没这么说。看你表现啊。笑笑。 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先说好，我脾气臭，吃的多，还用暴力，腿也没带硬细长，身材也没他好，他，而且睡觉还会打呼噜。你说这个干什么？ 笑笑。 你到底会不会亲亲啊？ 嘉恒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。
你是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你到底是谁？